迪士尼因加勒比海盗惹版权官司，两名电影人将其告上法庭，称他们十几年前提给迪士尼一个加勒比海盗电影项目，被告知未通过，后发现迪士尼用他们的创作自行拍了电影版加勒比海盗，在主题、设定、对白、角色、剧情、氛围和时间顺序上都和他们的剧本有所雷同。迪士尼回应称指控一无是处，期待上法庭辩护，并表示加勒比海盗系列的创意来源于迪士尼乐园的游乐项目，始建于1967年，而原告方的剧本直到2017年10月3日才注册版权，原告方也没有提供解释，如被侵权为何十几二十年后才意识到。